主料：白芸豆350克，辅料油40克，白砂糖100克，菠萝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白芸豆装入碗中，煎水泡一夜，去皮，往蒸锅中加水煮一个小时，盛出倒入不粘锅中，小火翻炒一会，加入糖发炒，炒至水分快干分三撒，加入玉米油，炒至水分快干盛出不粘锅中，加入水和适量菠萝粉熬一会，汤汁变浓，倒入炒干的白芸豆，继续小火炒干，盛出搓成圆球。烹饪技巧：白芸豆煮好后一炒就成泥了，所以不需要料理机也可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